真的半点地，那是好多人呢。有喜了，王小贝 Mandy 抱凤子成婚，周末夫妻飞回台北。从下礼拜开始，我也是已婚了。王小飞日前才在直播间爽嘎都没聊，官宣将和女友 Mandy 结婚的喜讯。而王小飞爱的高调，不止送 Mandy 个子弹钻戒，还特别在527象征我爱妻这天，在上海登机领证。随后两人现身机场的甜蜜模样却被拍。哎，好多人呢。新婚快乐，谢谢。不过有网友发现 Mandy 看起来腹部微凸，被质疑是不是奉子成婚，但他透过友人转述，那是衣服蓬蓬的辣。大陆网友很喜欢看图猜故事，也顺势透露和王小飞这周末会回台北结婚吗？谁呀？咱们唱首歌吧。唱什么呀？兰姐发婚啊？有这歌吗？今天我就要嫁给你了。不过小飞似乎还没向阿布张兰报备领证仪式，是说这媳妇儿过得了婆婆这一关吗？说今天晚上要请我吃饭，汪小菲同学，但是呢，我今天晚上要去领奖，这顿饭我就不去吃了，饭有的是机会去吃啊，不能一朝遭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我这人就不是那人，对吧？过去啪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该找寻找下一个幸福，一定要去寻找下一个幸福，对吧？过去的早给摔的长城拐弯了，都不知道。王小飞在和前妻大 S 离婚前后，和张颖有一段情，身为前任的他也有话要说。这个还在吃瓜，想知道你什么心情？心情特别的完美。